叫徐梦璇，一般人第一眼看到我都不会相信我是学舞蹈的。我就是又黑又瘦，然后长得又不好看，但是我很喜欢舞蹈。但是之前我的老师说我很蠢。今天我来到武林争霸，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证明给大家看，让大家来说一说我能不能当一个好的舞者，是不是真的那么蠢呢？大家好，我叫徐梦璇。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广东，现在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谢谢。音乐起。了解不多，但是我特别想对你说一声，我很爱你，就因为一句话。谢谢。既然你点了，我先说吧。动作很有张力，其他很有风格，也很有特点，就恰恰这个佤族这个动作，当你这个动作出现的时候，就没有你其他动作有张力了，小了点点。按照你的爆发力，好，恰恰这个最有那个民族感，佤族动作甩头也好，这几个动作在整个组合里是最弱的。明白吗？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大呀？对，我觉得杨老师的那个佤族那个头发，女孩的头发是最有特点的。如果把那个地方再加强大一点点的话，那整个就完整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先说到这儿。这个舞好像是像男生跳，有没有女生跳的？有的，女生也可以很有力量的。啊，为什么不选择女生的风格去跳这种的东西？我喜欢跳男孩性格的。哦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跳什么。想说什么？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学校被老师认为是个坏学生，然后差学生，条件又不好，老师喜欢的都是像很多名校那样的，名校那样的学生，但是我就是本来条件又不好，然后谁说你条件不好啊？你的老师啊？对，我特别是我之前中专，连我师姐都这样说，说你妈妈为什么要让你去学舞蹈啊？是你老师条件不好，他嫉妒你条件，说你条件不好。啊，那你觉得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吧？当然没错了，你是做了个最聪明的选择，跳舞了，明白了吧？最聪明的选择，你跳舞了，坚持下去啊！最聪明的选择，咱先忍过来了，现在你可以走到舞台上来了，咱不在乎条件不好，你长得很漂亮，你长得跟维维差不多，也很有明星相的。你们学校还有谁来参加武林争霸吗？被选到的？没有了，就你一个。
你感觉奇怪吗？嗯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们学校来了无数的视频，最后就选中你了，你已经是明星了，知道没有？这舞蹈是你自己编的吗？是我老师给我编，然后我自己有些改。好了，感谢你的老师为你编了这样一个舞蹈，你又这么爱这个舞蹈，喜欢跳它，冲这一点给你老师和你都一票，谢谢。来，金老师，如果武林争霸舞台上能传达一个信息的话，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个舞者的话，不要做明星梦。如果你跳得像明星一样，万众瞩目，看得你像个闪光的明星，是社会观众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永远做舞者。现在我们开始表决。我想，我要给你背。小春。给你啊。杨老师。我给你这一票。四票通过。这是老师眼中的蠢学生，在武林争霸的舞台上得到了导师的认可。我们也祝愿重拾信心的他可以继续自信美丽地跳下去。